真的想你了，明天就是八月份了，听说你的新剧会在八月份上映，心里有点迫不及待，盼望着每天见到你，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，一下班或者放学就能看到你。对你那种不叫爱情，不叫亲情，也不叫友情，是一种超越任何情感的信仰。从来没有觉得你漂亮和是心中的女神，就像众多人那些龌龊思想去亵渎你。很多人说你追星不就是看着她好看并且火吗？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我喜欢赵丽颖，那会儿她一点都不火，甚至还被骂并没出娱乐圈。喜欢她是一种骨子里发出的喜欢，喜欢她是不自觉地看她所有的作品，喜欢她是不自觉地关注她所有动态，喜欢她是不自觉地保存她的壁纸，喜欢她是不自觉地宣传她。我没有惧怕任何一个人，说你追星，原来喜欢赵丽颖，反而我觉得是一种骄傲。我喜欢她的坚强，我喜欢她的刚正不阿，我喜欢她的为人，我喜欢她的说话方式，我喜欢她的穿着，我喜欢她的发饰，我喜欢她娇小的身躯，我更喜欢她受伤还继续拍戏的努力。今天是月末，我没有过多的流量，几天没发文，也是这个原因，但是我忍不住，我就是想你。